让我们跟随伟大的旗帜，追逐光荣的梦想，让我们走进崭新的春天，书写梦想的华章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万众一心，艰苦奋斗，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年春节联欢晚。